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也是一名保安。不是马上快过8月15了吗？看我们公司给我们发了点啥好吃的，我带大家看看。来，买了发了一包那个火腿肠，发了两盒月饼，就这两盒，发了两盒月饼，还发了一个这个好像是橙子嘛，是啥？发了这么一个橙子，发了一桶方便面，看就发这么多东西，发这几样东西。好了，也看完了，就我们公司就发这几样东西，不知道你们在外打工的公司给你们马上快过8月15了，给你们发东西没发东西？也希望你在评论区说说。好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多看我的视频，多关注我。好了，再见。